你不过一个夺舍的魔物，也敢玷污洪若族长的清白，祸乱三界，罪该万死。如此，才能告慰洪若族长在天之灵。 元气神君，杀了这魔杖，这是我的夙愿，也是阿若的夙愿。我再问你一遍，是谁给你当内应，逃脱了十一仙尊的仙网？是谁跟你里应外合，杀了妖皇？仙妖两界，多的是我魔族内应。 永远都不会知道答案，那我便自己找出来。